你在这个状态下稍微有一点点过热还不会太夸张，所以它的金属就算过热也不容易有很厚的氧化膜。那为什么我们离心容易有？是因为我们烤的时候这个范围形成的是没有氧气，没有错，金属都融合，你打进去那一刹那，它会经过一个通道跟一个距离，在那一刹那接触，它就会有所谓的氧化膜。因为我们的干锅都是石英啊，干锅的成分都是石英干锅，但国外用的比较好的氧化锆加氧化铝那种干锅，可是贵很多，那耐用度差不多。那我们一般用的那个干锅都是石英成分，所以一般现在在烤的时候，石英里面含有碳，所以它有时候那干锅烤到快烂掉的时候，它会挥发一些东西。你们不要觉得有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就包括我们用的烧结膏有没有？你在烤的时候，它会有一些东西会出来哦，会挥发。会有一些东西出来。那石英干锅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些东西都可能会因为你的金属过热沸腾的状态下，虽然没有氧气，可是当你开始注到那一刹那，它在甩的时候就会把一些东西都带进去。那因为它是气压注照，所以变成它在上面烤的时候，这段的金属形成一个真空状态。我这个空间金属形成一个真空状态，就是你在压进去的时候，金属是最干净的。所以你会发现它注照完了之后的金属的八成的屁股是圆圆的。然后表面很干净，而且由于没有干锅，所以你都不用担心你铸完的金属后面会有杂质。有时候你看到铸头的屁股，已经铸到已经铸完都有一些点点脏东西啊，那个大部分都是杂质或是那个干锅上面的成分。可是它的都不会，为什么？因为你每一个滤就等于是一个新的干锅，它是烤烤就吸进去，我烤烤就吸进去，所以它屁股是很漂亮的，我屁股是很漂亮，待会你们可以看就知道了。那由于它氧化膜更少，那它铸造的时候那一刹那流进去有持续加压。所以你会发现，像这么细的这些小东西，它都出得出来。哦，这么细的那个壁的，它都出得出来。那你会发现，就是不同的金属铸造出来的表面其实都是干净的，然后不会有一些床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哦，不会有一些床上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管是贱金属啊、金合金啊，或是像焦石达这一类的，哦，都是一样的。然后是黄金罐，哦，黄金罐。那这个比较好玩的是，这个是我们正常用我们的薄麦砂铸造出来的黄金罐。然后他是说他的喷砂机哦，他的黄金，这也是我们的 case 铸造完，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就是示范说铸造完之后他们的喷砂机用那个玻璃砂，他说他们的金属铸造出来表面都很干净，然后如果是金属罐、黄金罐，你只要用玻璃砂再喷过就很好打亮，所以这个是玻璃砂喷完的样子。哦，这旁边这边的是玻璃砂喷的样子，这边是没有的。所以如果你是那个Gold Flood 的话，它铸造出来表面没有什么氧化膜，又干净，又没有筑槽，又没有一些坑坑洞洞，只要用玻璃砂喷过，它也许就会变很方便，哦，它也许会变很方便，然后很快，你会发现这个铸件里面都很干净，哦，铸件里面内部都是很干净的，哦，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再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它几个重点，就是第一个，它的优点就是它省金属嘛，第一个是它省金属，哦，那第二个就是。它用不到干锅，哦，由于用不到干锅，它就不会有金属污染的问题，哦，用不到干锅就不会有金属污染的问题。那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啊，哦，非常好的优势。所以 你省下来是干锅的钱。哦，你省下来是干锅的钱。那变成说，但它有一个耗材，就是它有一个那个真空加压的秘密的石棉，一片大概是10块。但是它的那个石棉很好玩，是它的 size 比较大，大概都是280克、300克那个 size。所以如果你是一开始住小屋，然后后面住越大越大，或者你那块石棉你可能不用换。但是我们家是没有在省这个啦，就是住一个就换一个。但那日本人是说，他们日本人有些比较省的，就是例如说我有三颗润，对不对？然后大中小，我就先铸小的，铸完之后再铸大。为什么？因为它压完之后，中间那一圈因为密闭嘛，然后拿起来之后，那一圈的石棉就会被润烧掉，就会拔掉。那旁边是好的，因为它只要是你在压的时候可以密闭那个空间的就可以了。所以他说日本人有些人会铸那个黄金合金，有时候压下去石棉没有被烧起来，温度比较低，他就会重复使用两次、三次。但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在理会这个，因为一片大概才10块钱而已，然后而且铸造起来很干净，而且你又省了金属，整个省下来的成本比你想象中高，所以我就不会特别去省那个石棉，省那个石棉。再来就是你的铸造时间可以很长，跟离心机比起来的话，你不用担心为什么，我要来铸造，我就走过来，然后把它从炉子里面夹出来，这样子的，然后再把金属倒进去，然后这时候再开始开火。
你也不用管它有没有冷掉或什么的，然后这时候再烤，烤到 OK 之后呢，就按下去住完然后再关火。可是以前离心就是你要整个的胎能都要抓得很好，所以以前在住离心的时候都会很紧张哦。所以即便是我很久没住，再去住一下离心都会有点紧张，哦，都会有点紧张。可是它的操作时间很长，所以相较之下它的失败率就很低，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塑造品质非常的稳定。重点就是我讲的，因为它体积真的很小，其实不占空间，你只要有 Pro Pipe， 然后日本有些地方说就是两个小的瓦斯桶跟一个氧气桶，然后就放在阳台也是这样的，然后一台小机器放在架子上，然后就这样烤，就这样做。它其实机器真的很小，然后实际就是脚在后面那个大小而已，哦，大概就两杯饮料高，然后24公分，哦，24公分。那就我提到说，因为它是持续加压，所以它的筑槽很少，然后筑槽很少就是比较少的那个 porosity， 在变形率也低，哦，变形率也低，然后它氧化膜又少，哦，因为它是一个真空状态，所以氧化膜又少，哦，这多打了一个，不好意思，然后氧化膜也少。然后最重要还是我 care 的哦，就是它的铸造风险跟危险度非常的小哦，只要它不要拿出那种火来烧哦，基本上不要烧到人啊哦，或是不要烧到自己的手，基本上它没有什么铸造风险哦，没有像离心机那么危险，因为我觉得离心机本身就是个凶器嘛哦，因为它在甩的那一刹那，什么东西都可能飞起来，因为那离心力很大，那离心力很大，甚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也遇过有学弟，就是我在旁边看他叫他住，他光在旋离心有没有？然后还没有开始住哦，光在旋，然后手不小心没抓到，一晃啪，然后就打到手了。这种都有，哦，这种都是有的。所以我觉得离心机本身就是一个凶器哦，它其实蛮危险的。所以对我来讲，这个的铸造风险很低，哦，这个的铸造风险很低，这也是我觉得我愿意帮他捅墨的地方哦，我愿意帮他捅墨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那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概念，我就懒得翻了，我只用解释的就好。哦，他是去解释说，他的这种铸造机器的铸造概念、气压铸造概念跟传统的离心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是铸造方法嘛，他就说离心，他第一个点就是告诉你说，离心机是靠所谓的初铸，再来就是后面的金属有一个重量，有一个重量，然后在甩的那一刹那，后面再不许它去产生所谓的持续加压。但是它会因为你直铸道的关系，然后还有所谓的直铸道距离、包埋材的离心力，然后这个负压的影响，有可能会造成铸造失败，可能马柄没出来，或是说回归，然后说有铸槽的问题。可是它的雷达铸造力靠的是所谓的瞬间加压，然后持续的，哦，持续的瞬间加压，然后它就 一直压进去哦，就从背面把金属压住，所以里面会压到没有空气。所以它不会有那种所谓推汤的问题，那铸造的失败率也低，马匹不会铸不出来。那你不用担心有负压，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离心。我就说你有离心力，有外面的力量在加速在那个 ring 上面的时候，就会产生负压，我就会产生负压，所以它没有那个问题。那你帮它有透气性，所以它持续加的状态下，它可以压到最底，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底部的帮它太厚出不来，它是可以直接压进去的。再來就是因为日本 有一边是不用那个 Bro Pipe， 所以他特别提到说 Bro Pipe 是使用电容的啦，所以它在熔融过程中，它会金属会所谓的氧化，就在铸造过程中金属就熔融过程中金属就会氧化了。但是它的这种铸造方式是因为在那边形成一个真空的空间，所以金属在没有氧的状态、熔融状态下没有氧。但是前提是你的 Bro Pipe 要能够混合的很好。我知道有些人用的是那种工业用的那种 Bro Pipe 的喷枪。它那个有的混合不是很好，那牙科有专用的，像我们自己用的是 Maker 或是 Winwix 那种火比较大的，哦，它那个是牙科专用，所以你混完之后你会发现火比较短，然后中间那个蓝色范围比较大，所以你的混合的过程中要能够确定把氧全部烧掉。如果你没把它全部烧掉，那你在烤它的时候还是有一部分的氧残留在那边。但如果你的 Pro Pipe 可以 mix 的非常好，好吧，完全都是本老完全混合的话，就不太会有这个问题。那高周波，他意思说高周波在大气压力下，它其实就会一直产生所谓的氧化了。你在熔融过程中，它是慢慢的、局部的，所以它就只会有氧化膜混进去了。所以你会发现高周波铸造出来，特别是牙胶什么，它的氧化膜都非常的厚。哦，这是无解的。但是，所以他说有些日本人就是用它这个来做活动的。哦，但是我还是必须讲说，因为我没有在做活动，所以我没办法帮他讲活动的原因。但是他是说，我是跟他讲之后啦，我再帮他介绍，就是如果有人要买，或是活动要用的话，然后他会再过来讲，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不然本来这次的课他也要来，但是他疫情关系他来不了，完了你们来不了，不然社长可能也会亲自跟你解释一些东西。然后再来就像我讲的，你在指数到这方面，
以前植树道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要想很多，要注意力学啊、角度啊、方向、物理原理。可是其实现在根本不太需要，你只要正常的车道，就是流出所谓的金属可以进去的流向流道条，因为它即便是0.15或是0.2那么细的树道，根本不需要出的树道，你都可以流得进去了，所以根本不用管。那以前我们的观念，包括现在去翻开以前的固定课、固定学的课本，都会告诉你说，树道直态性会产生什么问题，就是会有金属冷却收缩光，树道太细就容易会有 cross。可是它这种概念，它现在的铸造方式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根本不需要。然后再来就像刚才提到，就是你不需要3到4倍的金属去做推汤的力量，哦，就是那种力学的，就有点类似说，我那天跟他聊天，他举例很好，就有点类似保龄球，有没有？我们保龄球拿着手上这样甩出去，这个就是类似离心，甩出去之后，那保龄球开始往前滚，那个是因为我们第一下给它的力量，它手指头来够大，然后打打到它前打，所以有的人可能女孩子比较没力气，到最后就变成在那边滚。那可是这个就有点类似说，你手拿着保龄球，然后人一直这样走，走到前面把它推进去，持续这样去撞它，所以它的初速到中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开始加压到铸造完成，它的力量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就说，他说用保龄球解释最简单，一个就是甩出去的那一刹那，这个就是离心铸造机。那这个就是你手拿着整个人就拿着前面去撞它一样哦，从头到尾就是一样的力量。再来就是离心需要甩，所以你的铸造压要高。可是铸造压高的时候，问题就会比较多，因为你没办法控制，你不知道多大是够的。可是大概用这种方式，因为金属在熔融的那个状态，那一刹那会变成一体状，所以在那一刹那只要压它就流进去了，所以根本不需要很高的铸造压，你只要有足够的力量把它推进去就好了，把它推进去就好了。再来就是你不需要粗的铸造，我那边提到是说，你不需要太粗的铸造，你只要用细的铸造就可以了。那他用细的铸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以前刚开始在教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会用回收金属。那回收金属有个现象，就是有时候会有那种细细的柱头啊，或是那个 screw 切掉一点点，然后把眼神就把它往下盖。然后他就发现说，有人在烤的时候没注意有没有，烤一烤，然后就会有一块小小的掉到那个铸造。如果你知道是很粗，跟以前的一样，就会掉到那个口塞处，然后变成说注进去就塞住那个口，金属就流不进去。所以他才会说，后来都会建议用细的铸造。可是他说，当你开始用他们的机器之后，你就不会有那种粗的铸造了。它就是一点点，对不对？那你在烤的时候，金属又很干净，你就倒过来放，烤一烤，它变成水都一干，它就进去。所以他其实用细的铸造，另外一个原因是大避免你在铸造之前，理论上它是有个负压，但他就是怕说你要是直的孔太大，那你有的金属密度比较小的，像黄金流动性比较好的，有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流到那个洞口。卡在那边，那你如果只要控制的没有很好，金属有点冷掉，你还没有按下去的话，它可能会稍微塞住那个孔，那就会变成说后面金属就推不进去了。哦，所以它才会用细的铸造，但它的主要的点是刚才说细的铸造铸出来，因为金属都跟水一样，金属只要到熔融的温度，任何金属都跟水一样，只是流动性好不好。所以就有点类似我们在铸造一辈子，它就像橡皮糖一样，可能它在熔融的状态下，你一直持续加压，它就可以一直推进去；啊，它一直持续加，它就可以推进去。我虽然就是一直推，但你不要口塞住，你口塞住就住不进去，就是这样的。那你有问过他只用一支铸造法，只有一个铸？你可以试，但是他有试过，他做得出来，但是他好像是最多5颗，他没有在试后面，因为他觉得说细铸到你如果只3根4根做得出来，你只1根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防止变形，他觉得他这样的这种铸造机也不太会变形，所以如果你多植几个试一下，一根是可行的。可以啊，他刚好试过啊。他试过一根住5颗最多，那时候他拿给我看是住5颗，他站上去就没有了。对，他有一个他之前就是他的客户在日本的技师，然后就给他看的，然后就给我看，就是5颗最多。但是他说应该你只要设计就是直的方向跟方式的位置 OK， 其实再多都做得出来。方向只有垂直。对啊，可是你直那么高有比较不变形吗？他意思说你可能3根或4支这样子住也都 OK， 那你干嘛拉那么高？因为机器有一定的高度嘛，那你用那么高的状态下，其实你的 ring 更高的状态，因为它是垂直下来，就像倒水一样，你是不垂直的，直接这样掉下来。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 ring 是特制的，就是会比较长。对，就是你还要找到那样的东西，有些时候都不见得比较方便。所以他意思是说，他的正常方式都做得出来，但其实没有必要搞一堆。就有人以前都怕变形，不就把 ring 敲成椭圆的去铸牙桥？它可以很收缩，它就不用啊，因为它就是持续加压，它就不是传统的离心铸造就对了。
它就是持续加压，所以它在加压过程中，它在冷却过程中，它变形率就很低了。因为一根铸造板也没有说一定铸不出来。那叫更省金属。更省金属，那你可以试试看啊。因为我是觉得，如果用来讲，就是安全铸出来比较重要。他就说他试过放到室温都铸得出来，就同样这个是极端嘛。可是就像我讲说，如果你不会到那么极端的状态下，当然要试可以试，但是我没有试过，所以我没办法回答你的。但我只是要说，你讲的一根铸造板还有试过，就是最多到5克，对。但是再上去就没有照片或没有东西，那他也不会去做，因为他说没有必要啊，因为就铸得出来，对，就是这样。但是可以试啊，如果你兴趣可以试试看，就是用它的机器。但是如果你没有买，你可以包来我这边煮看看。因为我每次用，我们没弄 case， 就是5颗吃一根这样。因为一根铸造板以前在离心的是要纸很粗，它才甩得进去。可是如果你纸很细，一根铸造板会不会有其他问题？也许不会。但我就说他没试过啊，所以我没办法回答你。对。然后最后就是他刚才提到，就是他有提到，就是说。它因为这样的铸造方式，它本身的氧化膜就比较少，所以它也比较不会有金属污染的问题，所以它的瓷不太会有泡泡，不太会冒泡。就是如果你是烧瓷，而且那个金属表面是比较漂亮的，像观察是比就是那种有混合过氧化膜的表面漂亮的。所以最重要还是，可是对我来讲，这台机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啊，就是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它就是很简单的铸造方式，然后跟目前的机器比起来。安全很多。那至于铸造，其实就像我讲的，铸造就这样而已啊，你只要铸得出来，然后安全没有什么问题就好了。那至于活动的，如果不知道有做活动的，如果有兴趣，我可以给你看它的资料，就是大概它的概念是什么跟怎么做。但是原则上，因为我自己没做活动，所以我没办法回答你太多。那如果有机会，下次我请他自己来讲这样子。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然后刚才有几个 ring 已经进入了，那待会我会示范怎么铸造。那有要操作的人，待会就是我会跟你们讲，先休息一下，我跟你们讲，就是你们把它直起来包起来，直起来包起来之后，然后我们一起进入这样子。那我们就先休息10分钟好了。没有，找那个。
不是